这个是甜菜，这种树叶只有我们云南省有。这里是云南省日喀市兴平县嘎洒镇，我的家乡。看这些，全部都是甜菜。这种树的嫩叶发出来也可以吃，它的花花也可以吃，然后它的果果结出来也可以吃。煮鸡要吃，煮排骨吃，炒鸡蛋吃都可以。原生态的，没有吃过的，来这里找我，我做给你们吃。这样拿回家去煮鸡蛋吃了。看到没有，这个就是它的花花，甜菜花。那这些都发老了，嫩叶都发老了，吃不完了。想吃的来我家乡，我做给你们吃。甜菜嫩叶，这全部都是甜菜。